同名真人剧服装由 PM 三七韩都衣舍赞助提供，饮品由王老吉黑凉茶、答案之酒、殷小茶赞助提供，怕上火喝王老吉。啊！什么声音？哎呀，不会吧？难道真的有鬼吗？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是不是屏住呼吸就不会被发现了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这家伙怎么在这里？是在哭吗？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成功了吗？这才是开始哦。啊！搞什么？突然叫得那么大声。真是的，你在说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？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打扫卫生啊，还没打扫完呢。那你加油，我先走了。现在高三也要打扫体育仓库了吗？可不可以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打扫完了。不要。我很快的，给我十分钟，不，五分钟，就五分钟，我就打扫干净了。拜托了，不要丢我一个人在这里。快放手，我要走了。不要，我一个人会死在这里的，这里以前闹过鬼的。你在瞎说一些什么？算了，你快松手，我等你五分钟就是了。那你不要离我太远了。好。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。喂，你干嘛？喂，有鬼！我们快逃命吧，快跑啊，满爷！但是我觉得你的要求很无理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再不跑就没命了！而且这不就是个骷髅模型吗？不过出现在体育仓库倒是挺奇怪的。是吗？所以你可以下去了吗？对不起。这么害怕的话，要不先回家吧，反正也打扫得差不多了吧。这样没问题吗？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加油，五分钟已经到了。你等等我。门被锁了。完蛋了，我们一定是被这里的鬼盯上了，所以门才会悄无声息地关上了。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要把我们关在这里折磨到死掉。白痴，别胡思乱想了，这师姐哪有什么鬼，应该是管理阿姨以为里面没人就把门关了。我已经打电话给阿伦，叫他过来帮忙开门了。所幸我爱上你，胜过所有奇迹，就从这一刻起注定你的注定，我偷偷的
中，我一推开了门，看见